我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懂得佛法，我要让每一个人都念大悲咒和心经，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佛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也是最伟大的，我要让世界和平。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念经，好好的度人，好好的在人间就把它修成正果，好好的努力，师父一定会帮助你们的，你们的师父是好样的，因为我豁出命在救人。现在不会说话，走路也不行。他是2000年得的是类风湿关节变形。台长爱护你们，爱你们，我永远不会放弃你们。看见狗在他身上，看见了吗？这个身上那个狗是个恶灵啊，你好好忏悔啊，你们家族的业障啊，你们家里人过去有人打猎，你知道吗？只要念经的人一定会得到菩萨的加持，只要能够有心想改变自己的人，他一定能够得到改变。好，师父把你生好，好，往前走走看，慢慢走啊，来，一二。这个嘴巴整个被过去的师父控制住了，所以讲不出话来。我现在让他好一点了，他可以发声了。你好吗？我很让他好。要做个好样的学佛人，我们是菩萨在人间，我们就是要救人来的，我们一定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Conflicts can only be resolved by loving kindness, not by hatred. It's very important to learn to be more tolerant, more selfless, to let go of our ego. Treat everyone with compassion. This world will truly be filled with love and peace.台长，法会永远不会结束，你们把台长的话永远记在心中，法会就没有结束的一天。
世界佛友大家好，师父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这一年时间师父很想念大家，师父心中时时挂念着每个孩子，你们都是心灵法门的火种，无论师父在哪里，师父永远在你们每个孩子的心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永远普照着你们的心灵，师父很爱你们，真的不愿意离开你们，希望你们坚持佛道永不退转。师父十几年为了弘法，肉身消耗，恩业很重，但是师父一直都在给你们加持，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师父的白话佛法和开示，依教奉行，严守戒律是成佛的基础，多多为众生真心付出，破除自身的我执我相，心中常念佛恩、国土恩、师恩、父母恩、众生恩。成佛的路上需要真心诚心，勇猛精进，心系众生，不愿意离开，一心向佛的孩子，我告诉你们，我就是想着你们。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和师父会永远加持保佑每个正信正念的好孩子，佛法的传承靠每个佛子薪火相传，师父会引领你们到达彼岸，希望你们珍惜末法时期最后一班法船，众生的苦就是师父的苦，师父愿你们一世修成报佛恩。你们要找我吧，那么在人间肯定找不到了，对不对啊？那么要往上找了，往上找怎么找法呢？从现在开始学佛修心念经，好好的做人，一定跟师父在上面见面。